Hey, one, two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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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好。哎，佩君老师可以帮我里面那场都送一点评论吗？谢谢。是。我的吉他再送一点点评论，然后那场可以小一点点吉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椅子乐团。椅子乐团，大家好。我们这边要自我们介绍一下，自我们介绍一下。重点从你开始好了。好，我先开始。我是台中一中31届民吉社的社长，我叫永金。我是一中民吉31届的文书，我是仲颖。我是一中31届的副社，我叫孙国元。为什么大家要笑？大家叫我孙国元。为什么大家要笑？没有，刚破音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又回到一中来为大家表演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上半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老师跟学长的表演，就是他唱了一首陈小霞的这个《暗舞》这首歌。对，这首歌我们很喜欢。然后其实陈小霞她是在就是这个我们乐坛里面很有名的一位前辈。对，那就跟雅慧老师一样有名。那我们这届其实蛮多人在玩乐团的，比如说我们是椅子乐团嘛，耶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届，就是女中的，然后新大附中的，有另外一个乐团叫做老王乐队。对，好啦，那就是我们这届还蛮多人在玩音乐的，那就是很感谢我们的上面有一群就是我们的这个巨人们，就是在音乐上努力。那我们很开心，我们能回来这边再跟大家分享。Slow down， Slow down， bring it down。Yeah.
谢谢。